我家也讨论也去包天先不来了家你不一不一你就吵啊去包门费用到别人费门来给先不来了家咋被就弄了满包哎蛇啦不知道咋被咋过哎咋我那被咋过的走家要不晒住的歇歇哦包起来再拆板了，再这就炸落光，能叫呢？那个来这么包，包个那个不是还是古料？哦，来着呢，两斤那个粥，来着两那个粥，木头那个粥。那个没吃多，那个你搞的蛮好。哎，几来的呀？哇，这个几吃多了。哦，可怜，个包的长叫卷啊，又叫卷啊，个空啊，这俩可能拿压去说了的。都惊我！他还见到了，跟我们闹着别提了啦。这还到了吃饭，可是他不会在这待着呢。我把去躲去。过年，我有时候也跟我们搞事，我就摸到不能弄的东西，可能拿中冷点了，我去倒了。你摸我个还搞一下的，那就来不及了。这边我来烧的呢，地带到了，地根本都能倒呢。跟我们这地转到地的不能搞个的，我去倒了。又拆开了呢，我那门就带上。加了了。啊，起码不能开十多久啊！啊，不就开了呀？可能哪里弄脚不就开了喽？开，就到了了，就到了到了分了。在那木地得来得来，黑的，到里少，你就开高个的。没得开高的，到黑到里呢？我娘很老实呢，那都黑到了，拿上手机和带球那些，那个到了都弄了。哦，上海道就要到上海街头，很难啊，个牛。上海道。哦，但就问天没得到，老闹啊，没得到，那着急多少 ？OK。我就搞东东了，个牛。姐姐，这样没干嘛多，这里用车多少？哎呦，用车多就多了，都没忙这点呢。这点一点都到了。不不，刚还就没忙这点个弄。哎呀，你做了没这点事，我跟弄上。那我不闹了。搞到了。哦，你偷哪耶？在哪有哪一家？搞到这桌子是搞到天，在哪去闹嗦？我在摸得有刀边弄来，这不拉这不拉嗦，把我弄起有女啊，搞他别说他去改的点，总冲哟！我在你去屋里头头，这姑娘姑娘啦，姑娘走了嘛，你三姐姑娘真别来了嘛，吵哦！在你去屋里头头叫姑娘姑娘，叫屋里头嘛去，你得去多拆了。OK。就拿钱呐，我那个钱又多，没人吃干毛的呢。哥子嘛，阿西喽，他都不听你老哎，是老啊。多，我全部带哦。我要钱啊，没人吃干毛来吃白的哦。你吃不啦？还五斤了，没打那个。我白到了就是老多，没人能买到了。我只要钱呐。要够了嘛？我等吃干毛就吃白了。吃不啦？哪个啦？你别闹得跟老头子一样哎！你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哦，你多大了咯？哦，你这多大了？你有钱？你当然你有钱，我不能问你啊，多少？
我们没得，我们不得，我们就没得。那你去那里找，你在家就去看他呢，在那看呢。人家都去了，我们下一天晚上嘛，一样都不要了，就行了。那么，你个叫你去这边了呗，你去哪嘛呗。 哦，他不带他们啊！哎，他们。他是多啊，干嘛给我拿了？也就来多。几万？不不不。哦，干嘛不到地了？哎呀！哦，干娘，我这不到家了，娘姐，娘的嘛也不是么？你今天也去？ 给钱喽！哦，手机多着，这就搞到那种啊，干娘，这个搞工钱着啊。搞到搞钱就不，搞到是多钞了。哎，这个人倒蛮好干娘，哎，这个搞工钱蛮暖的，搞人家就来蛮好闹哦。钱不嘛？哦，你都抽的有没有啊？有那有不啊有啊，都是搞的。哎，到这到这么少年代，都这么多啦？没得到，得带毛钱的，搞哪家啦？ 哦，干娘，过年要干什么？爹妈和爹妈都弄有少了，一个了，不过我们去干木匠，我们要去种菜，种菇菜呢。菇菜去摘菜呢，要不摘也不去磨磨，一刀割。OK。爹哟，我去摘菜哦。哦，到弄了，我们又到弄了哩，到又到菜哩，又要去摘菜呢。不摘了。老师，几个老板？木匠，我这个不弄了。 越到这边来，不弄了，就做点菜。后头到公公室，哎，他们忙了的，要公公去到的，搞点几个多那个么。钱不钱不要得钱，钱要领多给么？我那娘哎，做点菜的。搞几个菜的。他不开了，搞点，搞人干，搞点么的人多，弄来。搞娘，阿爹，都叫我们做菜哦，叫我们学菜啊，弄来。要不做点菜也不要搞我就，我去娘姑弄嘛。 我家里车做点车啊，要不要做啊？不要过呢。哦，搞人干活是吧？你帮我干，还是白我忙呢？咱俩用，俺俩用，用过，咱俩啊，有做车，我们这样来都干忙的，哪个懂多？我只要没干么多，不多少。哎，兄弟，可以做么？我不会钱，那对兄弟我不白种啊。 咯，这个我晓得，我不白种田了。要不你到了，到了种呢？要白种些，咱们就木农。要白木啊，就到了到了那木呢，到不了这些，我拿点种的好个呢。我到了这，打电脑去找手呀，木头。啥多？这个木农去打喽。哦，过年，你都好过啊？你都好过。哦。哦，到到到到，这个木木，这木农到俺那买木木。 OK。 我们那到了吗？我们。哦，你到了，你那到了。没关系啊。没了，哦，那我没不到，咋到啊？哎，你都没去啊？你要不在那拿一个，拿三包了吗？哦，没得钱。哦，你这，你我给没到了，搞不弄的呢，都删了。奶奶，我都搞错了嘞，搞不弄，拿了给不弄个钱。 咱老母干嘛？人吃一餐吃大，就。那你包要三千，现在很低了，咯。咱六三人就两千五百钱了。咋了呢？俺这不弄个这白这里弄，这干嘛多大？搞啥么么？人家一多嘛都是三了，咱个都三了。三万的。茶壶，咱那吃不啦？好了。哥，吃不啦？我陪你上班。哦，等着你，快点，进屋呀。 你家那吃不了，我给你包了。OK。母呀，吃多少个呢？哦，天哪，这搞母呀！妈妈，吃不了怎么弄？哥哥要我。哦，老姐，我给你炒块大馍哦。几块？几块？哦，吃多少个呢？母呀，干。